这里跟你啊，本次车是1502区间快车，开往基隆的区间快车，新车开车后前方停靠的是竹林、板桥、台北、中山、南港、七堵、八堵、东北站、基隆，这里的注意答案是A A A。不是驾驶，听我讲，不用给啊，来坐个快车。都回家了，然后就进车，有哪？板桥、台北、中山、南港、七堵、那个中山站、西南站，现在你给注意听候车，车上。
这里是张家站，因为莺歌桃源间发生上次故影响，虽然解决了，但是现在车流回堵，目前我们在这边等候太鲁阁开车后再去开车一个车站后这里可以要再去刷卡再进行为各种莺歌发行初中出口形象一般车流回堵这个那些当太鲁阁加了两台车，那个你可以等车站好。这一个依据天泰防治法，本列车是全面禁止吸烟请勿在厕所、走道、车厢内抽烟。这一个要不住家居装订禁区展会呢，将你猫的本兽到时候想进来这展会。Thank you.
三加三，五万刀。